现在的 baby 可谓是事业爱情双得意，娱乐圈地位高，发展的这么好，好资源接到手抱。可是 baby 也有很多不堪的黑历史，经常被人在网上炒作。baby 被爆出不少年轻时非常叛逆的事情，抽烟、泡吧、纹身，样样都来，甚至被男性友人疯狂灌酒，和现在对比简直判若两人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它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